今天和我妈逛公园去，现在挺好，吃饱饭了，溜达一圈。就是啊，消化消化食儿。走妈，走走。妈，你看那地方两个熊多像。这个，我要看着它，我又想起来了，我一看着这个熊啊，搁这树窟窿里上面钻呢，我又想起了我20年前呢。20年前我就看着这一幕，哎呀！妈，那你不害怕呀？你说那时候不知道害怕呢，您那熊搁俺们头前过去了，踩那个大印子踩的，跟那个泥儿还浑着呢。嗯，你一点不知道害怕呢？你说，总寻思反正是咱也不招惹他，他有个动静他也躲咱们，也躲。你说那时候上山的没有一个人上山的哈，都是好几个人上山。对，哪一个人上山？你有动静他也是躲。躲，反正像那个伤着那个都是躲不及了。现在翻山杠子。妈，那时候都不都有打的吗？哈。对，那时候没禁猎呢。对，那个没干啥，啥也不行。那个东西，你讲话敢碰它的，也是少数。那是不假。那除非两个人合伙，两三个人合伙那种事儿行。一大巴掌是不是把脸就给毁了？不得一个人，谁敢去招了他去？你要不动的他不攻击你。你像有的时候翻山杠子，你搁山这边上那边翻，他搁那边上这边走，走对头了没办法，他去攻击你。要是离老远，你看咱们也碰上好几回，有个动静，还有个动静，他也就躲，他躲也躲人，也躲人哈，啊，也躲人，怕人，那是不假。你像咱那个有两个叫他伤着那个，被脸他不是说想吃你，他那个爪子吧都和那个和刀一样，他刀进去就把你的皮就给裂下来。那完了，反正也有的人家胆肥的，那个不嘎不惧，那个要摸跟前有东西摸着个东西和他干啥那样事的，他也躲，他也主要是他高巴掌拍你，高爪子拍你。他们还说高屁股坐呢，啊，还有完了高屁股蹲你，给你两巴掌呼倒了，他高屁股蹲。那个20年前我看着这个搁这个树，比这还高，这个半截桩子比这高。那个熊啊，挠点给那个皮也倒，它是天天上里，它是那个天天上里钻。没到冬天蹲仓的时候呢，到蹲仓的时候它就不动，它了在里头。它不到蹲仓的时候，它有时候进去，天温度一高了，它还出来。哎呀，那树皮挠的。俺搁跟前儿看清凉的，都寻思呢，这里还自个儿还寻思呢，这里肯定有东西。这皮都挠这样事儿的，他肯定进东西了。那时候知道也是肯定是黑瞎。他别的东西他不上那里蹲。那这是头一回，第二回看着是啥啊？翻山杠过来好几个人，过来上下走，这不是赶着走赶着说话，叽里嘎啦的。说话在下头一个道上，听着咔嘣咔嘣两下子，上前一瞅，人家那搁那干啥呢？打立正呢，啥给那个爪子举起来，像敬礼似的呗，打眼罩呢，啊，那看看有没有人呢是吧？咱平时不要说开玩笑，就是熊瞎打立正，一手遮天，他有这句话吗？他可真是的，搁那嘎达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一开始啊还寻思是狗呢，一看也不是狗，是熊瞎子。哎呀，这不是又吵呼了两声，完了又说话，那看他慢悠慢悠的，他也唱上树林里唱。不过妈，我觉得你胆儿可大。对了，就看得更清楚，看得可清亮了。你说的，你这个经常上山的人，都啥经验都有，就找你，就找要出来。你看服气儿啊？那他他不服气儿。训狗师来训狗呢，进去进去。逗你怎么的？卖个那个我六条腿，卖六条腿。就妈，你看他多缺货，看他在这还不服气儿，给你们整这么好的窝去。对，叫他俩在里适应适应。服，你也服，我告诉你，不服就关门了啊！关门了，上这揍去。
你不这么好的窝，这纯实木的，你还想想咋的呀？纯实木的。对，这不纯实木的吗？你要有啥？要啥呀？你那个窦网红，你看看，找个那个谁家，你看看有没有这么好的窝？对，有没有这么好的窝？没有吧？